现在我们在买票啊，就是行使了这个 VIP 的权利，中国人的刷脸了，然后可以到我们进来，然后进来买，他们还在外面等，我们在里面，因为里面有空调，比较凉快哈。船票啊，船票，快艇。坐上这只小船，我们就到了岛上，总共花的是50万，50万，1400人民币，1400人民币啊，1400，走，出发，走了，行李要过安检，过了安检就可以上船了，好，现在我们就是要登船了，这边过一下这个，我们检查一下，检查票，我们就上船了。我们的行李就放在这边，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不站，也笑得非常开心。我们就坐在这边了，现在已经在缓缓的行驶中。我们回头也可以去甲板上去吹吹海风。从这儿出去，我们就到了甲板上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。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。